当初是皇上选妃，挑选一百名强谋才女，为了身为唯一，也令你顶在后宫地，受了百年王对我也万分的敬爱。挑选后宫里来，为了王妃红母恩爱，真个受气动粗，立马换太子之事。令你请缨，带送灵官，如今也令你天下太平，后宫享受荣华富贵，仍阁受着查当政，不要入宫里来。大哥直讲，也令你交代我，身上一对的玉鸳鸯，甲宝一对，我令你随身在身边。也令你顺利为妃了后，世上写了家书回乡，你哪知影山西太原作风大变，最了谁知呀？大哥大嫂，伊共我的顺利音信全无，也是我轻看在心。虽道这是一名英勇好汉。你的出现在汉军的府内，也惊你落花哦。你的传意，也到在昏暗的所在受邀离去，事情也不知发生何事，也令你顺利受邀也是无。不如今日就在后宫候太娘。没事啊，何事？红衣雕刻。究竟王后奉你机会，快快传令下去，一定要奉你入宫那呀，你哪子？为
着这张台，必明不后在。心里靠近不后，后面不用躲嘞，下不后，天动车呀。不要红梨，也给你熬姜素菜，天看在心，也到底一个红梨素菜出现两天，出事办得如何啊？不要，原来是这番代志，所以你免挂心。你刚才呀，有一个少年的英雄，古的时候连得修妖地怪，现在一个妖怪地修了。那你真是太好了，是我风里的风雨透天，一路今日你平平条件，真英勇好汉，这当当爱好好动手一番啊！这我明白，杨哥的心中有三大事，那个真奇怪，想要平平无休的之情。风里快快睡来呀、啊！想要这个英雄，我有托梦伊的名声，伊伫咧讲，伊名唤叶青。啊！以前真经，我听过不休所说，一个亲人，一个一个孙女，叫做叶青，一我唔知讲这个是啊唔是，所以咧，我就叫伊哦，伫个今天的所在候等。是安尼啊，我来到后房所在，必定不休之前，要有不休的处理啊。太好了，原来如果真正是我的我嫁孙叶青，一个你个孙来平房。这亲事太好了，也不过世间上共名共姓人这么多，也年纪是大少，高处何好，也必定都要问一个清楚。也若无正处理，也造成也本由如此以来，想了心内底牵挂，也希望讲你连弟赶紧引进以来啊！不休，这我当然明白。世上共名共姓是真多，也不过咱是皇亲贵族，也恐惊有人想要高攀。不休，他说你若是要传闻会详细，照心里的意思，不如你卖出面盖机密，暂时只在主里来。我何凡伊来各位，一五一十，不休你听伊传闻。也拿来自然就当明白啊！真好，红莲受这个万全之计，也拿无请，也不要处理，安尼就唔好。不如先撇你处理来，啊，你请不要先站在处理来。也这个得请，也唔知是日本何彪的啊！也专人袂当了解，也拿来何不不要传吗？代志就当清楚，待团下旨，叶青尽力。啊，有！有天我何欢喜啊，快快用钱当红娘。红娘，边内边内。叶英雄，我也知影你的名声，也唔过咧，今日哦，我母爷直直讲，对你的心事咧，也感觉真欢喜，有话想要传问，给你再个。哎呦，有疑问不来问我是谁啊？怪母爷就在处理来，快快记起来，准备记起来。不用躲咧，跪下！这名英勇好汉，你这名正是，真正是叫做叶青吗？正是，无无人的名，咋人的姓？我无。既是如此，你平定妖孽有功劳，命里平心来。谢太虚哦。看来你的功夫名利哦，你看是咱大宋的动力哦。如今平定妖孽，会当开始你再调为官，但是本后好计，你这么好的功夫，也为左右搁再调为官，到底你家中还搁有什么亲啊？故乡在何处？请你老老实实
一我一心向本耀率命啊！嗨，耀了耀，弟子们听我说来呀！出的事也父母生我啦也出事我上山里去的连阿母记忆的恶性转回归也受不的怕什么也管理啊看我是真啊无气，望我扫秋风，是会啊袂会，也就在彼当时，我比啊上来啊第四，因来骗到我细田上啊阴气，又来嘞，快快睡啦！也是阴气，饮酒强到我耍酒醉，也无见乌轮公啊注意，钓鱼两家的啊便利，一时看袂过，也路见不平，出手我就啊打伊啊。注意我活死来也怕死，望风顺受来也在机，三分背后对我要害我死，我四处都走袂啊都死，往到汉代临死的啊府中，暂时保命来也将机，有着小姐来也引荐，也带我会见因啊爹亲，也就在彼当时。相好势你几个花园地妖怪出现无差异也大人对我来也细气人边边暂时乎我死来也好心撇开茫茫顺时因点在花园地也人地是我妖怪会结王爷你也这人来也引进也受风妖怪无啊差异，才来会见太后你啊！是啊，我来你厝啊，你请啊，本要听一个字，心内万般的欢喜，可怜在我出中的好男儿。今日朋友，你讲来到位，你来来来，本要搁再袂问你，你说道理是着请人认识，我住在哪里？亲像亲人是在身边，请你向了本要来通知。有留生阮有缘两位，我上边也有一个是会啊大姊，也有故友叫着啊千金，叫千金，哪个你就是？我听你在讲起，我心内万分的欢喜，从这个定义。身边用情来欢喜，真正到我大哥这里长寿，哪会快不了？
出搬来去了，搬来，哎呦，哎呀，原来是我的外家孙是来到位，本乡就是得千金，就是你的故庙无差异。你是我的故庙，我是你的故庙。到家啥子代志？不知你有啥证据呀？丈夫，当初是大哥，我要离开的时阵，送我一对的玉环腰。大哥身边失踪，我是何？如今你哪会当提出证据？也连你讲我相相对。对当证明，你就是我的亲外家孙啊！我有，敢是这？我看卖咧，还是如此。这个是讲的叶元英，无唔对哦。红丽，我看起咧，不有玉心下面，要珍贵的叶元英，赶紧进上来，兄弟。辛苦你，要你去帮忙，为你无亲无友，那奉你也不孝。这就是不孝的外家孙，如今来到此地，那都爱以礼相待。要你后日去看生意再调为官呐，这是当然啊，既然呢，要表兄会当到不孝你来见面，这是欢喜之事。我呀，大大来看生意我啦。一清，快好顺利，来个此地当家人，本要都爱赞助你的威风，除了官台放炮，也令你睡在伊的身躯顶，也令你赞助伊的马位啊！不休，啊你多打林顺利娘娘，啊我表兄、啊，这个时阵要哪有可能有官顶放炮通好吃啊？嘿，呀本休是好顶的身份啊！后宫子弟享受荣华富贵，快奉你！如今家用的大汉，身为在宋仁宗，将立天下。只要我讲一个，有什么荣华富贵要来行路呢？不孝，你都未到金牌所在，要对阮皇兄表明此事。你暂时该留在咱三千桥，他说嘞，表兄伊若是要关顶放炮，要要做嘛做袂赴啊，也无不如安尼啦。新年的关顶放炮，先给阮表兄听。我是你的关顶放炮，是啊，好好好，咱安尼分享真欢喜，对顶的所在实现宽待，好好照顾着你的红衣啊。对，表兄，呀，我带你去咱内底表弟，一人一个关顶放炮，好威风的，好好好，好，吃。再见。
日后咧，在这个金銮殿上，假使阮皇兄也是封你为官，你就会当步步高升。步步高升，是啊，表弟，我咧高山无着你，当好我，享受荣华富贵。放心，以后我嘛会好好为朝廷来付出，为朝廷尽力哦。这是应该。来，大姐妹，请求。表弟啊，哎呀，哎是什么声啊？惨啊！到阮表兄伫酒宴中咧饮酒咧欢喜，也现在阮王妃煞甲我冰炉啦。啊，我若较慢到的时阵哦，你等下哦，我着搁出凄惨的啦。啊，表弟啊，啊你是咧创啥？啊，咱兄弟干啥物饮酒去咯？来来来，我叫你，我叫你，小等小等嘞。我即卖有重要代志爱办，我先来去。那我时间了呀，表兄，你先来遮饮吼，我等下就来啊。啊、你要去哪位啊？啊，我有代志爱办啦、啊。有甚物款的严重的大事呢？我无法度甲你讲甲足清楚呢。无法度讲甲足清楚。对啦。好好好好，来，出边。好好说，我表兄哦。若是甲查理有该死哦，快来听哈。我进来去，咱来去旁边休息。啊！你是看要去哪位吗？不知。我就是在问你，有啥物样的？来来来，有啥物话袂用先讲？我表弟人是要去哪位？这，因为阮王爷惊某啊。哦。啊！你只遐个啥物声？金青三点，阮王爷等下等伊找，吼。啊，若无转去咧，无转去恐惊的。会安怎？会，可能会发病。啊，你听起来，阮表弟不是惊某，要做听某，尊重某，查甫囝会听某才是大丈夫。安尼好，安尼好，伊无都陪我。即晚就换你来陪我咯，阮表弟无伫遮，哎呀，真艰苦，安尼死真艰苦，春丽来陪我，甲我饮酒同乐。安尼你哪会够去？哎，你嘛你无较大个，来来来，过来，谢谢。你这个无够去，甲我准备大饮酒来。
当立业，上好福气，会当成长立孝道嘛。是的，上好福气。你这是真厉害，走，啥的好，我骗你了。没事啦，没事。我要这回了没？我什么款的新婚？我什么款的结婚？我是红牙也彪形。我可以骗，你就骗。经过什么款的所在？伊会经过天安桥。天安桥。安尼好，你坐去天安桥。是。我暂时休息，我就帮忙顺手，你就爱叫我。你呀嘛西，我呀嘛西，大家拢来嘛西嘛西。哦，阿娘喂，有做送货。阿娘哎呦，丢了是假赛嘞。有够久诶，无你甲即落用诶，你甲透早呢？吼，安尼五点钟了，要来传婚，吼，谢谢，吼，来啦，阿姐来，阿伯哦，好香啊菜哦，哎呦美死哦，来，叫我去，来去，嗯，哎，谢谢我们恭请吴县长给予我们鼓励，我们请大家，你让人家叫我进会，吴县长，你刚开始太牛，哦，对对对，谢谢，进会进太牛，恭喜进太牛，来，进太牛，太牛，我怎样？我老红啊，我画红，我画红，红红，哪里是这么厉害的？进会。都夸我，那你是龙夸我？哎，你第一怪的，阿伯老天救我，是什么人呢？什么人呢？啊？阿伯借问借问姐，什么人？什么人啊？报名来啦！一点青，好，点青，对啊，就碰你啊！点青是不是？就唱一段点青。我来救你！我们林文山啊，我们的局长，另外我们的李小姐，干爹，干爹，来搞道理来了啊！一地红胸啊！哎，你走啊！大家好，我是小丽啊，我两个平常天才啊，也真的魔力，啊，今天好玩点的哟，大家再来广播的。Oh,
山河，还表弟要红你哦，把你演叫个哥，我哩都好大数，背后就是我哩兄弟这位，就像我哩从今以来，可算是风调雨顺。我太爱想到对抗马红南山，想起早工做事，只是不应该这是你老妹一旦过怀，想人呢又无好做计，要人害死又我的女友，我干脆我偏要开干，比如这是我的女友，就是平安无事，我就下平招，请你回转后叫你来。享受烟花不离，明天这是我的用机在表弟位，论起先农民达标，用我定期补助，会当讲办办年，我给达标为止，先开了门呐。孙秀相老为帅友花花姐姐来告给我不低的你先有事有事要找啦无力遵守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啊太贵不应该呢他会有病啊原来我做既然已经天来告诉你好好好打你心来来来你的主席正在班底下阿尼，我哩就来叫你。班弟啊，你是好人呐！班弟啊，你是好人。讲也奇怪，为怎样我哩叫过来声，伊也唔爱甲我应声啊？我来，我看卖啊！哎呦，红烧！什么？龟仙窟造酒味啦！既是如此，来纪念来告金王宝殿，我哩也叫你，你也叫我一声，你请个微笑不凑就你。那呢，我哩受命大道，不如叫下丁义叔，在乌镇我叫门官，并得好走。哦，安尼，安尼，安尼，哎呀，自从这事出哩。抓到我条门，我好正气吧？全部了，全部了。现在看你的。老婆，看见我满水吗？满水。不要，小娘在头，记住。花哦，你哦，一边过年要不要低调？表示现在你来贵宾所请。要，我今仔早去饭店，压力好紧，就是要正式点请什么呀？不要，我来放我，去你人，我你别台子，你讲伊别台子，为怎样伊别台子呢？伊人台是你有无台子？我无台子，这是怎样解释呢？一枪，就是我母校的挂计孙，什么？一枪，是母校的挂计孙啊！我要闹可能，有官兵跑枪，我那就是我给伊穿的，我照伊的啊！哦，原来如此，方才我叫伊过来声，既然伊也无同我应声，我听班洪孙受伤啦。一名正在此地所在，也招引大众，不如安尼先，我今日化水解救生死。人个女妈啦，表兄啊，你安尼吼，搞我你啊一堆麻烦，你敢知呀？这是什么话？我讲到位哦，你就向你开始啊！这是金銮殿，皇兄在处，快快进来！这是金銮殿是哦，准备进宫。
啊，安尼是是安尼，再两个来，三个要来关山做事情，等后不平家帮助较侪人诶，吼，好在行动不便诶，干三件事。你个老板水啊，万水！啊，等等啊，你就是一千啊，笑死！哎呦，你啊不老不干啥面啊？又做不够，就是数你无做，打头过来。滚过来，知啊？你是这个表夫人仔，你这个好配的表，哪呢？娘，我来问你，我是怎样的？娘，啊，红梅啊，我有甲我交代，我叫我来当评论电商，特别爱甲你提名。现在嘞。伊就是阮母系的大家孙，也算是德王子。今年过年，伊就爱大大红光。哦吼，原来爱大大大红相。好，那咧看你了台，看你良心大义，我们为足叫门，提托背起。哎呀，这钱！
笑我，笑我是天公在里头，我是笑你怪高调真海底一个不错。你是无名小鬼，无名小鬼，无名小鬼，小鬼。就在此时，这时方天王，无双打败。
Thank you.
上啊，一个还做地，你是无人伊要食饭哦。上到边啊？听我听啊！哎呀，不然不你嘛哦，不一样的，啊你今天弄破的呢？全部乱破烂的。阿姨，你心情太重，注意点啊！阿姨有事扛啊，我有大事。哦，先来啦，我知影，我知影，你只要用，你要生死观念真啦，怕死莫亏命。生死观念真，自信够不够？我问你阿姨的对。对对对，努力。李青，小龙飞龙，勇敢化妖，到底是为着何事？你心情太做金亏金家，太做威严，我不敢相你。在此求你一了生死观念中，怕死无半秒，你敢也唔敢？生死观念中啊，怕死无半秒，我得请到英里，吹灯不灵。快当玻璃过来！快！啊！有吗？有谁？有你啊！有事相通。什么代志？我听话的多。我申请派做金亏金告，金告来当着我，已经将我入生死关念中，打死无半秒，爱吹灯不灵，我爱甲我做走不灵。苗花啊，苗兄啊，你做好干的呢？你感觉你王天华入生死关念中，一拍死无半秒，你起码叫我甲你做担保人哦。我唔对，我唔，你爱怎样呢？你是我母后的何少金家的孙，我若甲你做担保人，万不伊若出代志，你时阵我母后就唔放我煞。表兄，敢若一个官尔尔嘛，你我母后是太爷地位，要做甚物官就有啊，无需要甲伊入这个生死观念中，我唔敢甲你做担保。OK， 我讲我这里接不起，这从生死观念中对我来讲正重要，我一定需要你替我做担保人，有无你都无人会当做担保。你敢替我做担保人？我敢替我做担保人！我敢替我做担保人！我有担保人，担保人，我担保人，我。小鬼，担保人，小鬼，小鬼，担保人。我对你有信心，我就要做你的担保人。你为做我的担保人。
讲对，我也属实，属实。那安尼先就好，多谢你，我已经有淡薄灵力嘞。我淡薄灵力是为讲胡宝虎。那安尼先就好，赵明万岁，你是用万岁菜肴，我林大爷。那你准备一点细细滚两张血来。Thank you.